随着中国好声音比赛的落幕，年度好声音被那英组黑马梁博获得，而备受关注的四川凉山妹子吉克隽逸在与吴莫愁 PK 时不幸惨遭淘汰。六号有歌迷在蓝色港湾巧遇中国好声音季军吉克隽逸与一位异性友人正在逛街，两人东看看西瞧瞧，逛完衣服逛首饰，期间有一对母女认出吉克隽逸跟他打招呼，吉克隽逸不予理睬，冷漠走掉。不知道是不是还在因为中秋之夜的阿哲路没有唱好而自责不已呢？其实比赛就是比赛，有成功就有淘汰，隽逸你的才情已经被众人看到而且肯定了，不要光沉浸在这一次比赛里，相信你今后的歌唱道路才刚刚开始，继续努力加油吧。由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